奥比纳又来，哇，危险，吕征射门，哇，太危险了，再射，球又进了，哎呀，安塔，刚看到那个，补回了，补回了刚才的没进球的损失。山东队真的实力还是有啊，你看这个球，你这无话可说，对，又是一个吕征，又是吕征，又是吕征的助攻，你真是今天三个球都是吕征助攻上演帽子戏，助攻王。这球啊，所以我们说今天一个吕征把我们搅和的真的是无话可说。对，吕征今天状态太好了，一对一他随便突，对你根本没有办法。我们再看这个球，打身后，吕征的速度又快，他直接攻门打后门柱弹出来的啊，直接攻门，打在了立柱上，弹出来之后，安塔尔的补射。山东队，哎呀，没有办法。山东队3-2反超。